哇，一个项目方做了一款 Nip Review， 又做了一款 Hogard， 现在又来一款 Universe， 你还能做出多少款好的项目？我们一起来瞧一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杰度老哥的频道。我们知道 Nip Review 是一款 GTA Style 的游戏，而里面也有送真正的兰博基尼或者20万 U，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见它的里面的房子都已经卖到10个 ETH， 基本上他们铸造的时候也花了2到3个 ETH。 今天就是讲它这个公司出了其他的项目，像这款项目叫做 Hogard，就是 MMO 的游戏嘛，是可以在里面赚取游戏币和赚取 NFT。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游戏的玩法，我也是第一次进去试。进来以后就是注册把登录进去，这种排名其实有些人就是这里面玩家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其他的试玩一下看一下吧，你们如果大家想玩的话可以进来看一看，我觉得还是挺绚丽的，你什么画质的话都挺好的。就是说它这一款游戏就好，有点像吃鸡吧，就是你在里面对战，然后赚取它的游戏币和就是可以调取那种 NFT。 这个是 Nip Review 的白名单，现在最低是卖5000多 U，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这个 Universe 星球，跟那我们之前讲的 Metal World 一样，就是星球，然后可以就是赚取币。目前的话它网页就一页，而且它是刚刚上线大概2天时间嘛，大家可以看见它公司里面的2款游戏加上这一款就是第三款都在这上面。但这个网站好像上线2天吧，然后现在是在做白名单，要去他 Discord。 可以成为白名单有2种条件，一个是在 Discord 里面升级到20级，升级到20级是不简单的。然后他有就是说他今天一整天是就是 2.5 倍的升级，就是多余的经验嘛，你可以升比较快，然后之后就变成正常的。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升级快一点的话可以进去看一看。第二种方式就是就是拉20个人，如果你能够成功的拉取20个人，你就可以得到他的白名单。他一个星球是卖0.1个以太币，然后就是公开销售的时候是要卖0.2以太币，所以说白名单还是很便宜的。就是说你如果说白名单买一点，如果想赚钱的话，就是在公开销售以后你直接可以转让卖掉，就是可以赚一倍的或者更多的吧。因为它这个目前的话信息也不多，就是说可以质押赚取币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嘛。但是我呢就是说我现在也在弄他的白名单，而且我也很喜欢这个公司，他做的项目都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价值很高。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说我也只是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嘛，所以呢决定呢你都要自己去再去调查一下，决定你要不要去参与。我不是财经顾问，没办法给你任何的财经建议，好吧，我也只是进来给你一些信息。现在而且是非常早期，我今天大概在里面也弄了好久，现在我才14级吧，还差10几级，所以说慢慢的摸吧。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去看一看，了解，我也在里面，好吧。今天视频也就这样吧，就进来讲一讲这款项目这个公司的。因为我跟踪 Nip Review 已经跟踪了很久了，而且 Hogard 也是他们也是做得很好，而且基本上他游戏都是免费的嘛， Nip Review 也是免费的，以后他游戏出来你也是可以进去玩的。所以说这个公司的话是非常有良心的，而且就说你想花钱你就可以花钱，不想花钱也可以进去玩嘛。 Nip Review 呢大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是说可以进去游戏里面逛，然后我会再来做一期游戏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他游戏里面的环境和玩法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如果
大家如果想做白银名单想赚点钱的话，赶紧去 Discord 去拼命的升级吧，就是升级到20级你就成为白银名单。然后怎么上交的话，你可以在里面跟我聊天，或者跟其他的就是知道的人聊一聊怎么，就是说他的程序怎么走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